收音啊，就这个 Hippo Lodge， 然后刚才看见了镜头，我们拐进来之后呢，然后就来到了这个河边。这个河边呢，我们可以租船，通过这个船跨过这个河马聚集的这个河流，还有鳄鱼。这个河流呢，就可以到达我们想去的那个国家公园，是不是，陈伟？对，对。这是我们以前住的河马洛基吗？你看看，我们以前住过一个河马洛基，然后真的有河马，半夜就出来吃草，然后就长得跟一头大猪一样，我们就真的去看他们，差点被他们给撕碎了，其实挺恐怖的，就是那个河马会走到院子里来，会走到那个住的那个 lodge 的院子，就是正常白天走来走去的小花园。你要知道，每年在非洲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不是河马，不是鳄鱼，是河马。是这个。就是河马 lodge。就是这个。就它。哦，还是我们当年住的那个。所以找来找去，还是习惯还是没变。应该说先发优势还是没改，这个挺大的，现在变大了是不是？哎，你已经到达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河马洛奇大门呢，就是说的河马洛奇，就还是这一家，按人头算钱，哪个都按人头算，不按房间算钱，按人头算钱。刚才我们有跟大家讲那个河马洛基的故事，就是半夜听到有河马在花园里动静，然后我们就去就下来看，然后我们就跟河马呢就隔这样两排小小的这样的隔离带的距离，我们就站在这里看河马，河马就大概在这个距离吃草，就两米远啊，没有两米，就隔一行动青，就两米吗？你怎么可能没有两米远？有两米、啊、有两米吗？这哪有两米？有两米，一个洞青两米。没有两米，就一米吧。一米就吃了你了。你可以去看看，就在那边。走。没想到多年以后还可以情景再现。我只能说非洲是没什么变化，你觉得呢？嗯。我们现在要给大家情景再现过去当年的时候，我们跟河马面对面的场景。就我们当时住在上面这个旅馆里面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有好几只河马分布在这里吃草，因为当时工作人员跟我们讲说，晚上的时候会有河马。来就是 lodge 里面，我们当时也只觉得说听听而已，但是没想到到半夜的时候呢，我们在二楼住，就真的听到这楼下有动静，然后我们就起来看，就发现呢有长得像猪一样的动物在里面哗啦哗啦哗啦，然后当时离我们就说我们下去看看吧，我们就在那一排隔离带动静后面，它就在隔离带的这边吃草，所以我们相隔的距离没有一米，也就隔了个动静，然后他就听到我们了，他就不动了，我们也不敢动了，然后就双方僵持，就这样时间大概过了几分钟，我就扭头跟张飞说跑吧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反身赶紧朝二楼跑，这个时候河马也听到动静，就哗也往相反的方向跑，后来第二天我们跟当地人说我们昨天晚上遇到河马，然后他听我们描述之后说哇你们非常 lucky， 说你们很幸运，因为你们很有可能当时被河马给吃了。你看这个桌子上就河马，因为刚刚有说嘛，在非洲每年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并不是鳄鱼而是河马，因为河马的咬力很大的，哗就没命了。比如意识不到，看当时是无知了，真的不知道，就是说其实挺危险的，不应该靠近河马。回来之后看新闻，就有说有中国人被咬死了，
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一片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对啊，他就在这个地方，就那个树那个地方，就在这儿。我们就在洞庭后。然后这个院子里散布了很多的河马，好几只呢。对，我们就在那个二楼住。然后这边就是河嘛，这边就是河。他半夜真的不知道怎么上来的，但是半夜会上来很多河马。去看看他，去看他怎么上来的。因为那一片应该就是野生国家公园了。应该就从这走上来的，他不可能绕路。他肯定是走上来的。我觉得他们也很奇怪啊，这个 lodge 他也不围起来，就是因为其实蛮危险的。而且他们当时也没有警告我们说，晚上如果听到河马的动静，不要去靠近他们，是吧？嗯。他们说的好像很轻巧。陈伟过来了。陈师傅打探价格去了，我们问问怎么回事。因为去国家公园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去大门开车买门票进去，一种是坐船沿着河去看那些动物。价格怎么样啊？2万5。两万五？坐那个小船。一个人。三个人。哦，那可以走吧。刚才天差地别。他刚才报的多少钱？17万。那为什么就2万5？那是那个大船啊。它相当于是这个 lodge 的，哦，然后他们就正常收费就17万，你一个人上去也是17万，嗯，两个人上去也是，然后刚才跟印度人拼船，就等那桌印度人吃完饭我们就走，哦，一条船，这条小船，哪个小船？就我们坐这个小船。那我们只是沿河看一看，看到什么动物就是什么动物。2个小时，等于没有进去里面，他应该懂。没有进到里面，国家没有，我就说保证要看到很多动物。我说有，好好好，看电池的。因为这个时候，动物都出来喝水。夕阳还有电池。现在几点了？4点。还有电池吗？现在3:44。很多。啊，因为我们当时是走的陆路，我们去过一次。要不要飞无人机啊？路上。啊。算了，安全起见，走吧。你现在可以飞无人机啊。那要去拿。在车上。好，那去拿吧。他们在吃饭。那去拿吧，走走。一直在你那儿，远处张小胖来了，张小胖走近了，张小胖带着无人机来
一朵相送的花，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，而明